举行会议。那针对这个选举投票日啊，我们讨论通过第十四任总统、副总统选举，以及第九届立法委员选举。选举日定于105年1月16日礼拜六。那会议决议委是要把这个决定呢，函请这个考选部以及教育部，请他们参考，并且请教育部啊去协调各大专校院，在订定104学年度行事历的时候呢，能够避开投票日。